贺子秋，啊，我是你爸爸，神经病！你妈妈是不是叫贺梅？我赵华光。 你妈妈跟你提到过我吗？没，没跟她说过在一块儿。我知道，你很小的时候，你妈妈就扔下你一个人走了，还是拿着你养父的钱跑的。你妈这个人呢，嫌贫爱富，当初跟我离婚也是嫌我穷。你到底要找我干嘛？没事，我走了。我是你爸爸，我知道。 我外婆在的时候，天天骂你，所以你到底要干嘛？我想见见你呀，我干嘛？你要是想见我，找什么样？你见过了，我走了。你以后别来找我了，行不行？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子秋，当初你妈跟我离婚，如果不是你外婆来找我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你。我当时太穷了，所有人都瞧不起我。我不是不想养你，孩子。 我是养不起你，我没得条件。如果我有钱的话，我能看着你在别人屋檐下寄人篱下。孩子，我能想到，你太难了，你呀。你有事儿吗？你没看出来我现在过挺好的吗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跟你没关系，你别在这自我感动了，行吗？子秋。 你现在的养父，他只是个看面馆的，对吧？你这样下去是不会有最好的教育的，你的未来就完蛋了。我来找你，并不是想让你认我没那个意思，但是我要对你的将来负责任，你知道吗？子秋，我现在常去国外，我们一起出国，你去读最好的名牌大学。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出国留学，你放开。子秋，你为什么没有想过？ 是因为你没有条件，你现在有了条件，你就该仔细。你有病吧你，子秋，子秋，子秋。